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2023年的4月20号，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从表面热闹的广交会上欧美客户少得可怜，来看中共和欧美的脱钩进行的有多决绝。2023年广交会从4月15日第一期已经开始了，一共三期，很多外贸人就指着这次广交会上哪些订单呢？因为之前多年的广交会是中国外贸企业拿到国外客户订单的最主要的渠道，于是在封控三年之后，这次的广交会各个外贸企业是摩拳擦掌，精心准备要在广交会上出点单子。抖音和主流媒体这几天都在报道广交会上是多么的热闹，形容是人山人海，给人的感觉是广交会很成功，中国的外贸又起来了。但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广交会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常，只能欺骗一下不懂外贸的老百姓，给他们点信心，看中国的外贸依然很好。但是内行人，也就是外贸人，从这届广交会上看到的确实欧美与中国的脱钩进程真的是越来越快了，这种脱钩的速度超出大家的想象。看看参加第一期广交会的外贸人都是怎么说的。广交会的欧美客户绝种了，拿了两天名片才拿到两张欧美客户，一个英国一个法国，还不一定有货，连非洲人都少见，剩余的都是印巴、中东，最多的就是俄罗斯。看来欧美脱钩不是一句空话，展会上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了。而且参展的大部分供应商的市场不是主做欧美的，这匹配速度有这么快吗？这期人看上去多，是因为增加了一个馆，然后是放开了国内采购商证，让很多收到消息的厂都便宜办证进来，然后派业务员进来派传单。说实话，对于花费很多钱来参展的公司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对，欧美的少，俄罗斯人多，亚非拉的也多，做亚马逊的很多来看货。以前很严的国内采购商证件100元就办下来了，还管5天。我们参加的第一期今天结束，就是欧美的少，亚非拉的偏多，然后就是货代们多到炸地，进来发名片，反正今年老外不怎么多，是这样子的，我们是气配的。现场看 30% 是老外，70% 是国人，老外中 70% 又是东欧和印度的。我公司是传统出口工厂，国内采购商证不值钱，在广交会上是货代、外贸公司、电商公司扎堆，欧美的很少，特别是美洲。北美我们展位目前只接待了一个美国客户，一个加拿大客户，一个墨西哥客户，非洲、中东、俄罗斯、蒙古的客户巨多。很多同行假装是贸易商套资料套价的，货代也巨多。展会最后一天基本没人了，我们下午2点半就撤展走人。从以上参展的外贸人的言论中可以得出，这次广交会的情况热闹是很热闹，一是多开了一个馆，二是国内的货代、外贸公司、电商公司的人扎堆进去发名片。因为这次展会只需花100元人民币就可以参加5天，非常便宜。展会上虽然有老外参加，但绝大多数都是中东、非洲、俄罗斯的客户，欧美的客户参加的极少。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这么多年所挣的外汇基本上是从欧美的客户那儿挣到的，欧美大量采购中共国生产的产品才成就了中国的经济腾飞。但最近几年欧美却是在和中共在各方面进行脱钩，一是在东南亚、印度、墨西哥建立低端供应链，二是中高端供应链回流欧美日，三是在芯片和高科技上对中共进行制裁和封锁。这样几年下来，在中共国的很多产业链就转移走了，欧美的客户可以从别的国家采购商品，而不需要从中共国采购了。这次广交会上欧美客户少得可怜，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网民常说的一句话，地主家也没余粮了，就是欧美普通老百姓在大通胀下手里的余钱也是越来越少，除了日常必需品，其他的是能不买就不买，就是没有消费能力了，当然买的东西就少了，普通民众没钱消费，采购商当然就不采购商品了，
大还去广交会干嘛？中东、非洲、俄罗斯的客户，做外贸的都懂，一是他们的信誉不太好，想把东西卖给他们，一定要他们先付款再发货，和欧美客户先付定金就可以生产，完全不一样。再有中东、非洲、俄罗斯的客户要求的产品质量很低，就是内销产品的质量，质量低，当然价格也会压得很低，相比于从欧美国家，从他们那儿赚的钱会少得多。这两天有个新闻说，有个超级牛逼的包装纸大厂停机检修90天，什么检修？就是没活干，没订单了。要知道，可是包装纸，所有的产品都需要包装纸，包装纸厂没活干，用脚趾头想想都懂了。再看看富士康郑州厂区中边一片萧条，富士康的深圳厂也在逐步跑路，一大堆的跨国公司不是已经转移，就是在转移的路上，中国经济发展的节点已经到来。现在由于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建的产业链还在建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公司建厂都不是一两天就能建成的，配套厂家的跟上也需要3-5年的时间。因此对于中国的芯片和高科技零配件的制裁封锁还没有那么严厉，等外面的产业链全部建成，不需要中共国的商品供应时，那就是彻底的制裁和脱钩。而现在占中国出口大头的半导体汽车产业，因没有了芯片和关键零部件，也就会彻底玩完，到那时广交会就一个欧美客户都不会有了，亚非拉的也会很少参加，中共只能关起门来自己和自己玩了。就是第一个419到今天这个419是第七个419，我们这第一次没有七个参加的419，是第七个啊，第七个，我算数还可以，这大家很不习惯，但是很有感触。你看大家回顾这个419的时候，想想419断波事件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不让你发声嘛，不让你说话嘛，不让你把真的东西说出来嘛。那么今天我们七个为什么不在我们身边呢？不能参加这个直播呢？那就是315嘛。就到这么这七年走过来以后，大家有没有问过一句，为什么他要断播？这不是在中共被断播，在中共国被断播那太正常了，我们这所有人都不能发出真正的声音出来。但是这是在美国，而且是代表美国政府声音的美国之音啊，他给你断了播。然后这419之后，大家知道5月份七哥就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讲出了中共的13579计划，也宣布给大家讲了啊，因为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傲慢，然后付出了重大代价，七个警告给世界，黑暗即将来临。那么这几年以来，大家全世界都为就是不听我们这个吹号人的吹哨人的这个警告而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那么发展到今天之后，世界的情况改观了吗？我们觉得在改观，在发生变化，但是形势还更加的剧烈恶劣。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天来回顾这个事情，尤其七哥不在身边啊，为什么不在身边这件事情，给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啊，要考虑一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拜拜。